你的约束拉着我先去你的这边。好，然后老鼠。你的老鼠。不是啊，我想看的。你怎么看的？不是啊，我想错了，那是兔子。刚刚说捕鼠器成分，然后是人家说老鼠，然后是真的有吗？那你可以试试去了。太好笑了。这事情万全可以知道，这上手的很 OK， 这一方面的叫做完全无交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上去的？因为之前我一个人给他们买了一条味，然后吃完又觉得我另外再买了一条味，然后自己带回家，就上我的手。哈哈哈，这是什么来着？不要到洗手台去啊。那个是慢慢的吧，那里面挺大的。然后我没有。好，等一下再讲。然后你先接着你的，等一下不要一起接着。还有什么擦一擦的呀？柔柔的是不是？是。那软肌肉吗？软肌肉。软肌肉吗？那软肌肉。那个。你看到最上面的那个是蓝色的，三四十六跟三十九。妈妈呀，之前数据买多了，然后把它的水都倒掉，隔天都很 OK。可是你要是水没有倒掉，隔天味道真的会比较重。是啊，可是那个水倒掉不就没不会没味道吗？够了，够了。那就加盐巴。